香港地。哇，房东太太心情那么好啊，又炸鸡又煮鸡汤啊。这是一定要的，我老公最爱喝我的鸡汤。人家说哦，要绑住男人就要先绑住他的胃。对对，看起来这鸡汤是蛮好喝了，不过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油啊？哎呦，那煮鸡汤一定会这样子的吗？我跟你讲哦，这个油是很难把它捞起来，我有捞了嘞，还是油。你等我，我有办法。等我。啊，你看，只要呢，把冰块放在汤勺里面呢，然后呢，用它的底部在汤的表层上这样做几圈。你看，油是不是已经在底部了？真的嘞。然后你就用纸巾呢，这样擦。啊，好油！啊，然后再重复。哦。让你觉得那个鸡汤呢，不是那么油了就可以了。哦，这个真的是好方法嘞。好，不错。